请教吼，在咱顶一摆即个课程当中，老师有指导吼，讲即个体用哥有咧讲太极拳，太极拳是三式，妙在二气分阴阳。阿嘛有指导着讲，即个五字诀内底有讲，人懂得开合，便知阴阳啦吼。啊，伫即个逻辑关系来讲吼，就是讲我太极拳是即、這个要得到即个太极嘛，哦。啊，要得到这太极，你就爱知影这个阴阳嘛，吼、哦，阴阳就是呼吸嘛，吼、哦，二气分阴阳嘛。啊，过来哦，你懂得开合，你就能够知道阴阳嘛。所以，我变讲就是讲开合阴阳太极，这是一个逻辑的关系，因果关系的。所以老师就是强调讲，这个开合真重要，跟这个呼吸吼、哦、息息相关。啊，讲真认真咧听吼，但是，这部分。啊，佫无讲足清楚吼，我想来拜托老师，看会使针对这个敏感的所在吼，过来甲阮教教一下。感谢老师。好，这个问题真重要吼，就是讲，咱要动静，有太极拳，就是爱需要动静，爱动静就是，咱有动静了后，你才知讲内底的这个太极，咱要求太极，太极就是动爱动静，诶、欸，动静。但你一定爱根据着这个，这个呼吸法，啊，配合呼吸，啊，你呼吸就是，只要高所讲的讲，妙在二气分阴阳，这个妙就是太极，啊，太极咧就落去咧分阴阳，迄个状况咧出现啦。是。所以讲，即摆咱爱知要安怎分阴阳，啊，这个分阴阳哦。有时啊，讲起安尼真复杂哦，听较无。啊，这就是啊，你家己如何做，啊，家己如何做啊，你啊要安怎要做啥物？做这个开悟，在你咧做开悟的中间哦，啊，你就会知影对这个要配合呼吸。哦，啊，你就这個配合呼吸，啥物时阵爱呼，啥物时阵爱吸，啊，你就知影。啊，你啊，安尼就配合呼吸，就会动静啊。哦。所以，我即马先来讲这个开合啊，合，咱就是讲先有合，莫就开，哦，啊，这个合要安怎合，就是讲咱开了后，因为这开甲合都爱连掉啦，哦，有开了后，就是讲两肩松开，啊，气往下沉了后，爱气落来啊，啊，就是有开啊，啊，开的时候，啊，即马在。这两肩由两肩，啊，如为锻炼脊骨，啊，再入入这个腰间，哦，啊，咱啊，因为降落中间呢，就来提精神。这个腰间来就是要套脚底去啊，要套脚底就是迄个时候爱就是提精神，提精神伊再落去，啊，你提精神的中间话对。诶，自然咧气落，咱个外呼吸就呼啊，啊呼，啊就爱知讲，诶，即款即个呼了啊，我就是要吸，得吸啊，这是咱个迄个即呼吸个迄个自然现现象，爱自然个现象啊，啊这就是呼吸啊，自然就是安尼，你做呼出去了啊，啊以为惊武林关啊，哦，咱个比如讲即武林关啊，就是讲你个气落去。风燥出去，那就是呼啦，哦，风燥去，啊，即款手放去哦，你也无甲吸啊，伊家己风如燥来，哦，那就是吸，啊，吸的时你就安怎往下沉啊，哎，啊，两肩还松开，啊，气往下沉啊，啊，无再吸，无再来，啊，来无再我都不再好，啊，好了，啊，无再不再开，啊，开就好了，因为。安尼循环，安尼就叫做文化。啊，你若吼，你若会晓开，啊袂合，无接落合，安尼吼，即摆迄断气啊，断气就，迄气就散去啊。啊，即摆来讲这个开，两肩松开啊，这落气往下沉，咱若沉落去啊，气落来，气落去，啊起来你就爱先做个收了，收为这个。两肩有两肩，还有一点骨落去，还脊椎骨安尼落去，有加腰间，
啊，腰间呢到脚底，要到脚的时阵，啊，就提精神，啊，伊迄就呼气啊，啊，恁就呼出去，啊，呼出去吼，哎，啊，伊就骨流啊，啊，骨流你就意念就紧赶紧，紧回到，哎，当天当天，啊，回到当天安尼，啊，往下沉啊，啊，往日日起过来啊，过午下来，哎，这样就过来修路啊，我个修啊，啊嘞，你就是。开一个啊，就好啊，好就开啊，那就是这个开了嘛。就按咱讲啊，开呢，开边嘛，开就是两肩松开，两肩松开就是讲你这有吸气啊，还有吸两肩松开的时候，就是有吸气啊，你就会气波满行，啊，你哦气袂入白，袂爆，啊，你就是爱两肩松开。加了贵阳卡了贵贵哦，爱去了容易的地方，都对做坏啊，然后还就按两肩松开啊，气往下沉，哎，就来啊，你就告这两波，哎，一些连棍，还就套这出来，哎，也告正他位也是，也不转到灯，哎，按这个锁链入骨的，为两肩哦，为两个。两个肩胛头啊，那个转了，啊转了个腰间，啊腰间那个，啊那个意念落去是呐，就直接丹田啊丹田哦，伊这会到脚底，会气会到脚底，啊到到尾到脚底是呐，你就又提精神，提精神就是帮助伊啊，帮助伊个意感，伊个提精神，因为哦，这咱这个内劲哦，是，这上下哦。哎，往下沉，伊就起来，哦，啊，你即摆要落去，要落去，你就提精神，即换换加多肌肉哦，那些脑柱迄都得跟讲的吼，也就是讲，咱咧对换，咱咱咧爬起来，起来就点到起落去，哦，啊，即摆要起要起来吼，会阁往下沉，也爱起落，阁点到来起来。所以讲，这就是换的，不是吼起要起来就爬起来，起来要吼起来吼，就是爱在顶落去，吼，啊再小多的肋骨，要吼降落去，啊提精神，也啊这，啊个呼吸也是帮助，伊就帮助你呼，伊会顶到底，啊无你这呼那无呼出去哦，你的身体气哦未到底，未到底啊又未灌满。比如高低啊，在这个内劲的段，所以讲这这开合，哦，啊，另外就咱这呼吸，这都就是咧下卫生，爱加都呼啊，啊呼就吸，啊就吸一排啊，一条地板，啊一排就爱挂个一两分个丹田，啊这个接地个，哦，这开啊，哦，啊另外这个都呼出去啊。哎呀，这个接起来，安尼哦，一开一合，一开一合，安尼就各个文化，安尼你就懂起，哦，这个那呢，有开合哦，啊，你知影这呼吸回路安个会懂起啦，哦，这个就是关键，懂起的关键是。请教老师哈，老师都在讲那个呼吸哈。我是讲嘞，拜托老师，什么所在是呼啊？什么所在是吸啊？我来，我这，我确实，好，我这就是两肩松开，气往下沉，这就是吸的意思。我啊，这边来，啊这往下沉了后，伊就手就会起个疤，啊起个疤就该再缩人入骨，哦，缩人入骨啊，这边提精神。我即摆佫接起来，佫开，我佫好，我佫开，所以入股，佫开，好，所以入股，安尼，要呼，接着呼，哦，这所在就呼，啊呼，卡出就吸。你唔免解死，爱自己死。你睇我咧，
免安尼，哦，免安尼，是安尼，伊迄工作另外，你莫甲停伊个，你若甲停伊个袂袂另外，啊，你若莫甲停，无伊工作另外，啊，另外后头，啊，即嘛就是讲，若袂动气的人，伊去犯了双重的原因哦，就什么后头或三重的，迄就是讲你即嘛呼出去，啊呼出去话，你啊，啊怎么？特别眼前的对吧？一开始爱提精神啊，你就爱提精神了，啊，你要你就爱跟往下沉，一两万干点啊往下沉，啊，就会叫做一开，我这个呼，哦，啊，这个呼。做共识部队时候。你知影什么时阵来呼？你若知影呼哦，爱是呢，一死就扛起来。哦，这重要就是来知影，急救神器来呼。哦，我赵老师啊，你咧讲吼，就是这个提精神的时候呼嘛吼、哦。哎、欸。啊呼个啊呼个要你的时候嘛是自然就死啊嘛。就死。哦，所以就是差不多是讲讲这个提精神器的所在。哎、欸，对对。哦，这个。前半段是咧是咧呼啦吼，赶快提醒陈律师，下下就呼啊，啊呼出去吼，啊怎啊你啊你怎啊，你就会死啊，啊死人嘛，你就爱接嘛，你爱接，你若无接就是安尼，会变成双重嘛，哦，啊你接就是讲往下沉，往下沉就是，哎呀，伊无再过来，哦，不行，无再过开，哦，所以在提精神来讲，就是讲。前半段吼，会使讲拢是咧呼嘛，啊，甲尾流来的时阵吼，后半段的时阵吼，哎，就开始咧死啊，是啊，啊，顶起的时阵就是已经，顶起的时阵就佫往下沉了嘛，哎，对对，哦，啊，你这样教就对了噻，哦，我其实赶快去教嘛，那人袂晓教就袂犯了双重，是是是，袂晓教，袂晓教就是讲啊呼出去安尼，啊，啊就是讲规无久，是是，伊就咧死啊，你无，你无。我要讲嘛，哇，这确实是没讲，感恩老师，感恩老师，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，这些被动起来要分了。老师，拄只咱讲这段吼，有关讲开课，就是咧针对咧讲这个先天体，就是咱本论讲动诸浊分，静诸浊火，哦，迄个开课就是咧针对。咱的位置，哦，所以开哦，就是动诸浊分为分开，对啊，哦啊，静诸浊火就是静的是，哦，啊，关的拄只这位同学伊咧请教老师讲，什么时阵吼，这个问题真重要，哦，就是你讲迄个时间甲空间，什么时阵爱吸，什么时阵爱呼，哇，拄只老师有喜欢的动作，啊，就是讲定式的是，哦。无论是前弓步、后奏步，吼、哦，单脚的时阵就是定式，迄个时阵就爱呼，哦，啊，双脚的时都是无呼，哦，伊自然伊家己都吸气落去啊，挂气落去啊，哦，拄只咱讲老师在上课这段是毋是安尼？所以讲这个吼、哦，要动，要开的时候是两脚，双脚，双脚，嗯、哦。啊，上高或者，因为一起要起来吼，你若偏偏就是讲一脚较重，一脚较轻，安尼就偏啊，偏就袂起来。哎，啊，都爱得机得势，就是讲爱中间。啊，中间要坐迄个中间哦，这个提供给我家人讲一个，足以向前，先错后。就是讲要对中，你就爱提前那里爱点。啊，你无在对中，啊，你若是哦，等下你对中，啊，你搁沉落去，都已经走去啊，已经过去啊，嘿，啊，过去就，迄个个静就停袂起，啊，就中静，迄静的时阵要得机得势，就是爱中静，嘿，啊，伊家人讲就爱注意向前，那么向前，啊，为后壁较先沉落，啊，沉落如果拄拄安尼沉落啊，拄。就到中间，啊，中间会进得起来，啊，即款人要做跳，嘛是往上，为头。
头前啊，迄个停落去，啊停落来都甲中下都中间啊，啊中间起起，哎，伊即个，迄剑要起来吼，就是拢爱中间，你有中间，啊你无转溜，转溜无中间啊，哪转溜？啊你就是吼用撑力的，啊来按撑力，哦，这撑力。这个是动动的时候，就是用真理。是。啊，摸摸啊，就转了啊，啊，你无中正啊，哎，啊，你要安尼哦，你再转来一后后边下，啊，再转来以后变上下安尼哦。所以哦，这中正切袂着，啊，你就是爱成立，我们再结结中正。哦，啊，先做后，就是讲还没向前。向前先入右边，进入，哎呀，这个中间。都两股前肩有力。哎呀，这个头前下边就，边向后边，边向后边，还是入右边进入，先第一。啊，起要降落，要起来就是往下沉哦。是。哎，往下沉，沉呢还有在一中间啊先，爱进入。而且再见，安尼安尼安尼好，安尼好，安尼好，安尼伊安尼袂见，伊真爱安尼再见。哎呀，安那要落去，落去爱动下。鱼是爱分清，哎呀，鱼是都爱分清，爱动下。前功夫啊，赶快。啊，动下伊这皮皮当落，伊就是爱提精神。或者我中间，或者后边卡，哎，骨卡，哎，骨卡在身。你然后精神提不起，然后精神能提得起，就无双双之意。就是讲，你然后那精神提起来，啊，你就袂烦恼双双啊。啊，那精下面下面说提袂起来，你那断流都提袂起来，你精神提袂起来。哦，啊！你若大考哦，也精神咧大咧，哦，啊！你若咱有啊，都袂精神提得起，有出众注意，也袂讲诶，即个发劲啊，会安尼表现出出名吼。是是是，那什么大考才会大出名。是。老师啊，请教吼。咱这个课程的重点都是要动静啦，吼，讲动静的这个要管面干。对。啊，未动静的原因都是双重。双重。吼，啊，是安怎样啊？会变成双重？吼，老师嘛讲吼，无专流啊，是安怎？老师一直强调讲无专流，这什么原因？哎，请教老师。这吼，这专流吼，你会变成双重。有啥物原因呢？你因为吼，你来呼啊，即摆落大骹是安呼着啊，啊你甲转了起来，变双骹，双骹呼着就双重啊，双骹是不是？双骹咪是。啊，所以讲你，在你来大骹时阵，做半身半重，不为病，就是讲安尼正常。是。哦，都爱半身半重，你大骹时阵是，即个重。大下即讲不会生，即重即轻，啊半轻半重，不会变。是。我你那你过转那里来哦，啊你过呼啊，就说。变水倒转来，变上下。诶，啊个这样就是吼。是。那呼了后，是。爱挂起呢，一样爱跟轨道谈的，即散完了了之缘哦，这就是动静先入的哦，了。就别交代，你别动心的原因哦，你意念无得，无回到这个台顶，哦，你就转走出去啊，哦，你再呼呼啊，再对出去啊，啊，意念无了，哎，无了，你不要，你就别接不住啊，你第二招都接不住啊，你有意念落去，你无再往下沉，啊，往下沉，你就会接第二招出来，哦，这个开始出来，我就反正这资源都来，都回头等，爱都回，一直回头就来，
哦，啊，即摆，哦，即发出去，哎，啊，即摆来一路过，哎，我做这个感觉啊，还在，还即摆这个发出去。关的，即摆老师。所以，意念哦，还是真要紧。锁链入骨，一定还要到卡底。哎，啊，到卡底，有到卡底，啊，你再，啊，再大卡，爱大卡，哦，锁链入骨爱大卡，爱上卡为啥？哦，因为。因为迄个所在有富啊，啊，你若上加富就是爽爽。嗯，这确实有影。我个人的这个经验，甲这个体会吼，这个练心练意吼，确实是非常的重要。咱若我若安尼吼，小可失神一下吼，哇，迄、那个内劲就拍无起来。确实，这个练神吼，练意非常重要。所以咱太极拳才会讲练意练气，哦啊，这个气用过来，第一开始就讲这个儿气分阴阳，妙在儿气分阴阳，化生千亿归报矣。开始在练意练气非常重要。哦啊，够一点要请教老师，不只老师有咧提起吼，讲这个打手要员那个所在，老师讲。精神提得起，卓无除重助力。哦，啊，伊还佫有一句，伊讲精神能提得起，卓无双重助力。一个讲，一个讲除重，一个讲双重。双重。一个讲精神提得起，啊，一个讲精神能提得起，卓无双重助力。这两下没差别。那能哦，能提得起哦。就是讲你无，你无法度双重，你再提起来。啊那提起来，有诶吼无法度双重。比如讲，那你人提起来吼，大部分拢未算未法度双重。啊，但是吼有种，还出众注意，就是讲要发劲。安尼，你双重嘛，发劲嘛发不出去，发不出去伊老呀。老掉，所以啊，除重双重，还有双重就是吼，你袂动静啊，比较严重。啊，那除重我是发劲发袂出去安尼。拖泥带水。啊，总是吼，伊这个火力也要，你精神你要，比如讲你有你诶有大卡，吼啊，你精神第一个，因为你做哩入股，而且。逻辑，意念有逻辑，爱就提起来。啊，你那意念那无，啊，你搁转流，哇，算双重啊。啊，双重较厉害，啊，初重哦，那是，意念的啊，哦，啊，那是发劲，迄个无关的双重，迄个，但是迄个变初重。是是是，怎关的各家危机之灾。老师就是咧讲，你要安怎样啊会当动静，哦，就是唔好犯着双重。啊，安怎样啊才袂去犯着双重，哦，你才会当一个得机得势，哦，就是讲为单卡的时，就爱加以稍甲错者吼，注意向前先错货，啊，多变向卡，啊，多中定的时，啊，两肩松开，气往下沉。啊，做个气配前身，哦，即、這个你讲动的时阵，哦，伫四进的时阵，啊，都会记得讲单卡的时阵，都千万唔好转溜，哦，就是用沉移，啊，吸气分清，锁链入骨，甲吸气分清多东西，哦，就是爱去注意讲唔好转溜，你因为呐转溜，伊就会退后，会变向卡，啊，迄阵你才呼，啊，就犯着双重。哦，即卖老师咧甲人讲，即个重点就是安尼。哦，啊，搁有一项要请教老师吼、哦，有一半个同学咧在问啦吼、哦，有同学在提问，伊讲伊嘛有按照老师教的即个呼吸法咧做啦。哦，啊，上卡唔好呼，啊，大卡才呼，啊，口述仪态拢无啥感觉。哦，这点伊的问题，伊的弊病在起，什么所在，请老师指点一下。
八零讲这个呼吸吼，呼吸的问题吼，会有些本方的，哦，迄也袂重症啊。迄个迄本方，啊，你吸气，迄个本方的，一贯吼，迄呼吸唔是一贯呼吸，迄自然。老师讲吼，接近一点。哎，自然的呼吸就是讲，你啊急救生哦，啊也家己为鼻腔造势啊，也有类似。啊，入来吼，伊家己入来啊，免你安尼，安尼吼，你甲输吼，电到害，你免输的，家己入来。是，只要你安尼吼，有入来就往下沉了就好啊。氧气中间是往下沉，安尼吼，伊入来你就接住啊。啊，你免个无安尼输。哦，现在呼吸吼，我有现在无会。啊，为讲这。要呼吸的时候是咧点头先，甚至有人讲的是啊，没有点头先，白练三四年。是，这个点头先哦，原来引起了真侪人误会啊。是啊，那正确的点头先是咧讲，哦，顶乳准头啦，顶乳准头过稳点头先，你讲，这个顶是咧讲这个。绑啊，一条绳啊，哦，那个扭的一条绳啊，这个绳起来，就是讲绑啊，要有安尼，有卡才有效果，对不对？有分力量才有效果啊。就是讲要有定头绳，啊，你若不要定头绳，就是讲你不要分阴不离阳，阳不离阴，阴阳相气。有这个胸中跟腰间硬的话，啊，这里不要硬的话，不要硬的话，就是讲，例如阿母阴阿不阳啊，样，啊阴都爱阴不阳，加来阴加来阳，哦啊，还胸中哪里啊，越阴啊，加来阳，啊，腰间来阳，啊对，阴阳的相气，是，就顶头一个阴，那就，也看那些男的。越多的嘛，那就是阴阳。啊，阴阳有相气，有一个阴，有一个阳，安尼才动静。啊，若无阴阳相气哦，袂动静安尼哦。啊，但是唔知影啦，是讲哦，顶头先啊，啊，头壳啊，背啊，跟头壳顶啊。哦，啊，就甚至安尼哦，夹骨拢咧注意头壳顶。哇，哪里哦？黑啦。迄个咪一关个吼，甚至个有诶中风，诶中风，哦，所以吼有真侪人诶中风，就是因为这个唔知影吼，啊拢咧注意这头顶。啊，这顶头先治诶是？顶头先是咧讲呼吸法。哦。哦，因就是讲你都爱有迄落阴不离阳，阳不离阴无，你都爱呼吸啊配合无。活气配合。爱配合。爱讲呼吸一阵绑啊，啊绑啊，迄个配合嘛，啊迄个绑啊，不是，绑啊，迄个就是讲，你都爱有迄个绑啊吼，你若无迄个准头啊，迄个准头就是绑啊头啊，你老师啊都无个溜啊，今仔日亲啊有一间一个病啊，迄个病啊无解个吼，你亲啊无效果啊，啊所以讲你都爱要亲啊会当解个。然后，迄个准头安尼个提起来，啊，提起来就关机啊。哦，即个保安，啊，保安你来甲讲个哦，因我嘛当皮皮啊。哦，啊，你即摆来个，即个甲救起来哦，哎，就基本较难较淡一点对咯，啊，即个较紧一点不个，安尼，伊都安尼即个当即个轻个啊。谢谢老师，安尼老师就是咧针对讲伊个问题，即、這个同学个问题，就是去关注即个夫妻和气婚姻啊配合模式，啊，说不定可能伊用即个专有个问题，可能专有去关注双重，所以若迄姻缘吼，上好也是伊本人吼。来，老师才搁甲指点。即、这个拄只老师咧讲，即、这个咧定势的是前功部、后坐部的时候，
会使讲大部分大家拢爱用专用，还是预防着双重。对啊，因为这個。那你若双重的，无法度动静啊。因为吼，那种大卡，大卡爱敷啊，大卡是急性肾敷啊，那是属于脾胃肝，大卡也是那个爱肝，爱敷。但是吼，你大卡的时候，你若搁个搁专业热，爱白相卡，啊，你搁有啥啊？重心照顾，爱白相。